师傅，这个飞多少年了？师傅，这个飞多少年了？十多年了。这边，他是可以飞，这样飞。不能，好的。他很害怕，我就让他安心一点，这个不会这样飞。好。你好，这是什么生死状吗？先下面的席。我叫啥？人百月。我叫啥？这一个安全带 OK 吗？确定吗？他这么松哎！我拉紧一点的样子。这手机收起来，我怕它掉下去，我怕它掉下去。你小心手机掉下去。 Yeah, yeah, yeah.